第九题，这是题组。N 加沿以直线练习骑摩托车，以向东方为正值，其位置 X 对时间 T 的关系如右图，请回答下列9到12题。第九题问，它在0大8秒的位移为多少公尺？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图上面显示0秒的时候是在0，那么8秒的时候呢是在4，所以它位移呢就是4减0等于4，那么这是正的，表示它是向东。所以呢，第九题答案问我们说，它在0大8秒的位移为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A 4公尺向东。